多了。咱们来到成都也有几天了啊，你看这个吃的东西真的是很不符合成都的特色，确实连我这个拍视频的都有点看不过去了啊，别说你们成都本地的人了。由于我是外地人呢，所以不知道哪些地方啊吃的东西比较正宗，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咱们本地的粉丝来办。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本地的粉丝，然后他给我发了有好多那些地址啊，吃火锅去吃黄肠火锅，然后吃串串呢去吃曾群串串香，然后你要吃辣的话呢就吃自贡爆炒。咱们这几天确实吃的有点素了，不盛点辣真的是看不下去了。今天咱们就尝尝川渝辣度的天花板，叫自贡爆炒。这个是本地的粉丝推荐的啊，今天就看看这个辣度的天花板到底有多辣。我们已经到了这一个德胜公社了，叫自贡爆炒的一个地方，咱们今天就去挑战一下啊，看看这玩意儿辣能辣到哪去。我们先看一下，你看好了，有辣的有不辣的都有。我要辣的。你们这些哪个是卖的最好的？这儿有排名第一、排名第二、排名第三的菜，就前三名嘛。对，那你把这前三名给我上一下。哎，好。一个是双脆，哎，对。一个是双椒兔，双椒兔，还有一个拌撞，全是特色菜哈。对。啊，那兄弟们，我们已经看了啊，总共是三个菜，都是排名前三的，我不知道它到底能有多辣哈。好了兄弟们，现在这三个菜呢都已经上过来了哈。第一个菜叫火爆双脆，第二个叫火爆拌撞，第三个菜叫紫江双椒兔。老板说这个菜是最辣的，然后其次是这个，然后最后是这个。他说这个拌撞的话是牛胸肉，这个双脆里面是黄喉还有菌干，这个就是兔肉嘛。他们说这个菜是最辣的，看着有点不唬人，这个看着就有点唬人了。那咱们现在就尝尝这一个川渝辣度的天花板。我们先尝个第三个辣的哈，这第三个叫